你破心肝，真心刻着你的名，为你揽孤单，痴情也为你写。留下温柔的泪影，染着寂寞的风声，无奈啊，爱若亲像梦一半。天地有偌宽，对你的情嘛袂孤单，我的心永远将你惜命命。不甘看你受拖磨，梦也只为你牵挂，如人生花开永远为你赢，今生今世也只为你破心肝，我为你破心肝。无论天地有偌宽，对你的情嘛袂孤单，我的心永远将你惜命命。不甘看你受拖磨，梦也只为你牵挂，如人生搞你有点经济了。大家，哎呀，算多些。有点。明白啦。看到恁安尼哦，当安尼破镜重圆啊，搁再这样啊不，搁真欢喜呢。嘿呀，啊是相公破镜都不我都不留。啊，咱今个哦，这面镜今嘛不是赶快恢复个，咦咦咦咦。哎，婷婷的倩倩一定跟咱同款欢喜。今仔不哩，我真心祝福你，即届一定爱白头偕老。多谢多谢。阿玉，多谢你。其实我离婚了，足济想要找第二春的大企业家，有对我表示想要追求我。而且哦，每一个拢比有的吼，生了吼，搁较缘投。啊！不过我看有得安尼一个人哦，安尼孤孤单单无依无我，我惊哦，伊可能讲哦，干那会当去酒家找妹妹求安慰。我只好顾不理种哦，就甲伊回收啊。相公，我干那会当去酒家请安慰啊？啊？你莫看我无。你拄则讲这话意思，是讲我的感情拢是用钱去买的哦。嗯，啊无咧，无你去追求一个吼无爱钱的人来给我看。我偏偏哦，我咧介意块爱钱的人，安怎？对对对，爱钱吼，就是阿进啊，你是哦不二人选。哦。妈，你听我讲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人咧讲啊，姻缘哦是天注定，大海茫茫中，是安怎一个爱情的阿进，会去配到一个敢若介意爱情查某的阿进咧？这就表示讲，是注好好的。真是如啊，你即马讲这话哦，我真正听拢无。你即马是咧甲我考试，还是替我咧讲叫啊？哦，当然是光叫啊！阿进，阿进，拄只意思是讲啊，伊只是人上爱人就是你。诶、金大爷，夫人，啊，既然是郎有情妹有意，是不是应该爱表示一下？啊，对啦对啦，爱亲一下啦，亲亲亲，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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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，拢这个会啊，无人咧不记出来。哇，阿姊啦，就是这个话吼，迄 kiss 才搁较有感觉。紧的啦，亲一下表示你对阿姊的心意啊！来，紧亲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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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一下，亲一下，亲吻。好啊好啊，安尼赢啊，哦。哦，拢做阿公阿妈，那些创啥？我怀疑起来。现在少年人在听个
叫老爸。看起来我是错过什么精彩啊？过去功能啦，精彩啊，今麦才要开始啊！来来来，各位，吃坐吃坐。哎，吃坐，坐坐坐。郭夫人啊，非常感谢你啊，会当来参加我甲明华再婚的这喜酒。讲实在啊，这届若不是你吼，我甲明华无可能阁重新到底啦。所以啊，这主婚人啊，这个大位吼，爱留予你坐。是啊，今日这道菜吼，主要是素食，啊一寡粗的吼，另外放。你做你放心食，您上客气啊。两个人哦，不管分分合合，最后也是会当行做伙，这都代表情缘未断。功劳是官老的啦，不是我的。啊，不过会当来见证一段幸福的感情，我嘛感觉真欢喜。对啦对啦，较侪人来见证的哦，安尼后盖阿姐甲阿婶就会拍摄个离婚啊。真心如啊，你真正。恭喜恭喜！卡一人的祝福吼，总是好的吼。英台，你哪会来？当然是来表示我的祝福呀。金仔，金夫人，这小小的礼物咯，表示我的心意啦。我祝福你阿公阿婆感情哦，永远安尼久久长长啊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哎，想袂到这可当的，这么给我面子啊！啊，只不过。就到我甲明华过去登记啦，啊，所以才请这个亲戚朋友啊，食一个饭尔啦。想袂到，搁劳动你大家功力。无啦无啦，金董，你想袂客气啊啦。虽然你讲哦是甲厝内底人食饭尔，也毋过我的看法咯，啊，这根本就是喜酒啊。尤其是啦，我的太太昆玉哦，就受到邀请咧。我是伊的翁婿啊，我对伊来啊，这嘛是合情合理的啊。当然合理啦。因为过去哦，李女士拢是西高旁啊，而且伊的个性哦，阁遐尔低调，根本无几个人知影，因翁就是大名鼎鼎的许英泰，可当。即摆可当愿意哦，加陪夫人参加各种的场合，安尼以后，大家就会知影许太太是啥物人，袂叫唔着人啊。英夫人，多谢你这么关心阮坤义呢。你讲那无唔对啦，坤义个性哦，对上过低调，上过温顺啦。所以我希望伊从即马开始啊，会当较早出来哦，甲大家安尼来往啦，结交一寡参照大家这种好朋友，甲心放开，甚至以后有机会伫咧生理顶哦，甲我做伙拍拼。哎呦，一个战场哦，哪有可能让两个大将同时在场？皇上，你安尼欠兵派将哦，是会造成军心大乱的哦。金夫人，你真正是想伤济啦。我以后哦，拢会真认真战场的呢。可是讲我身躯边若真正需要大将，当然是我上加信任坤义，伊是第一，嘛是唯一的人选啦。是啦，是啦。千万唔通哦，阿未派将出兵哦，就开始怀疑身躯边这个五亿个大将会反背你啊！哎呀，金董呀，原来你讲你扣分这件代志哦，啊，就讲是因为卡卡才造成误会啊。原来好啦，我家己先罚三杯来向你请罪，安尼行吗？不啦，卖安尼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应该。查理，啊，这个查某面皮哪会这么厚啊？夫人安尼甲伊正口倒下，一点仔反应拢无呢？不怪甲方婉妃这么适合，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。啊，李女士这么好的查某，哪会嫁给伊啊？用脚头想嘛知影，李女士是去用逼的，
公主一定要受尽威胁利诱，才给我大魔王。来，进来。即马误会算是解释清楚啊啦吼，安尼唔得阁加一层意思啊。对啦，有对啊。嗯。啊，今仔哦是算讲好日子啦，人家讲哦来吃都是客，啊，尤其哦高档个庄家安尼来甲你招，有啥物话应该是先请人接了才好讲。哦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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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过来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那就多谢大家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多谢，多谢。对，来，可以。今仔日哦，会当看到金丹甲金夫人哦，安尼重新结婚啦。拄则佫听到金夫人讲迄几句话哦，有提醒我啦。我确实哦，应该好好经营我甲坤英阿母的关系啊。所以哦，我较少找坤英出门，陪伫身躯边，表示哦，我对伊的尊重。哇，高档诶，我敢有听唔到？我听你讲这话，我鸡要皮拢掠起来呢。囡仔算是双喜临门吼，啊阿姐，你甲阿婶是重修旧好，我阁会当听到寇大爷你对许夫人讲出爱的宣言。哎，啊，不过这种代志哦，袂当干那出一支嘴啦。你敢要试看卖？我出一个考题来考验你对许夫人的心。好啊，我相信哦。我甲坤的感情哦，是会堪要考验的。安尼啦，桌顶的素材吼，是为着许夫人点的啊。啊，你敢会当讲出对一项是伊上喜欢？伊哪有可能算会出来啦？我从来都唔是敬家的人啊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用脚头想嘛知影，你笑袂出啦，爱处罚啦。哎呦，莫处罚啦，这种场面哦，处罚无好看啦。啊无，柯大，你就用行动来表示你对许夫人的爱啊。你吃一只物件嘛。吃东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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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东西。哦。刚刚安尼阁无够呢，你应该讲一挂爱的宣言。啊，爱的宣言啊，我嘴较慢，我不要讲咧。哦，无要紧啊，你唔免讲，我来问你，你也回答就好啊。我问你哦，假使讲老婆无欢喜的时阵，你安怎？哦，当然是爱温柔安抚，分忧解吧。那呢，老婆生气的时阵呢？爱跪地求饶，讨她欢喜。过来是老婆训话的时阵呢？一段都爱立正站好，虚心接受。好啦，好啦，高大爷。安尼就有够啊啦！其实哦，你应该甲我同款啦。咱这半世人啊，拢伫外口走闯、趁钱，哦，咧外口的这個花花世界啊，看真多啊啦。我相信你应该甲我同款，拢非常知影，野花啊，哪有家花香啦，对不？所以啊，这個、外口的查某啊，管哪水。管哪有能力，迄拢是婚姻啦，无实在啦。会当啊陪咱到老的，一定是伫咧厝内底苦苦等的迄个黄脸婆，有无？啊，歹势歹势，我唔是讲哈，这柯夫人啊是黄脸婆啦吼，我是讲，我是讲吼，我身躯边迄位啦。金有德，
我当时是黄脸婆。我是一轮明月，照你这个勾起。好啦，对啦对啦，我根本就臭狗仔水啦，一定你爱照啦吼。在安怎做啊？剩的交你啊！因太一看完报告，就讲还阁有代志想走，卡伊电话都无人接，传讯息嘛拢唔回，到底是咧创啥？而且伊伫困夜面头前，秘书敢若伊是迄个惊人走去迄个人。困夜到底是对英泰做出啥物代志啊？我看我是先处理公事，等下再去考英泰。这是什么鸦片啊？到底是谁传的？谁都关不掉。哎，阿姨，当然是我啊！除了我以外，还佫有谁会当害你来你的电脑，佮你请安？对啦，阿姨，你男朋友对伊某这尔好，安尼敢对？我就是专工来做你的宝贝啊，小天使，甲你通风报信。阿姨，我呢做是不是真乖啊？假使你感觉我做了袂歹，你会当给我一个赞，或者是多给我20元，我嘛收哦。唐有权，那个是你，你怎样算袂成呢？啊，别紧啊，我得甲公司规个电脑系统全部换掉，再看你要哪算啊。哦，阿姨。要甲你算，那会算啦。我感觉真好算啊，也真欢喜。对啦，唔知影你敢有听过一首歌？爱的心路旅程，只有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三人行。林太，车伫遐啦。林太，我真正想袂到，拄只你会讲迄种话，甲我识识你哦，真无共款哦。我哪有可能哦？什么代志哦，拢互你安尼聊准准啊？有时阵总是爱互你一寡惊喜啊。我真不相信的，以你的个性哦，你哪有可能在我生气的时阵跪地求饶？问题是，你无可能跟我生气啊，同款的道理啊，你嘛无可能跟我生气，所以拄则我是配合伊啦，做面做给你啊。嘛是啦，多谢你这尔有心，搁会替我做面子，我搁抓准。在你选择方婉妃替你建的那条领带的时阵，你就认为我对你来讲已经无重要了。你搁在要紧一件代志啊？那条领带已经垃圾了，我早就无想要夹吧，想夹断掉了。送去洗就好啊，是安怎要断掉？
我怕过去到，你若是搁想到，你会感觉唔甘，不如留落来啦。其实咯，伊上迄条领带，甲我就是衫，拢无输配啦。一开始只是讲去趣味尔嘛。无安尼好无？较咱转去哦，你就替我来转掉啦。我感觉哦，也是我用惯势哦，较适合我。算算去啦，你着留落来，莫遮尔拍算。搁再讲，总是爱有一挂无共款的坑的，安尼较好啊。无你落掠准哦，过去你惯势的。上过平台，唔知影定性。袂啦，你就参照是我天鹰集团皇冠顶面迄个保障情况啦。因为遐个光彩车嘛，绝对袂过时啊。李坤义根本就是在跟我示威嘛，佮超工讲要把领带留落来，根本就是在跟我呛声。英泰嘛超工佮伊打一场，看起来是真正对我真不满。马健，我方万飞毋是食菜啊，我让你知影，我若真正要嫁人的时阵，就绝对爱你的命。